你们的表演就已经是专业 top， 嗯，然后杰哥，真的真的，我喜欢你，谢谢老师，真的，你很有舞台魅力，唱得很好，很有天分的那种。你们一定晋级了，你们一定，你们如果当年被淘汰，我真的觉得我应该就是下一集我就来踢馆，踢馆评审导什么的，跳一下，觉得很爽。其实像今天这样，我哑口无言，就觉得太开心了。又是一个这么棒的音乐人，对我来说，他的肯定是难能可贵，我觉得很爽，只有一个字，就是爽。觉得很想你，觉得很想要你，虽然我们一起装得很得体、yeah、没心里各种翻云覆雨，我知道你随时随地都可图，我享受你渴望的每个细节，喜欢我偷偷吞口水的空间，我没在怀疑 baby 给不给你，我还没有完，你请你别动气，拨开人面的手心，驯服在我的手心，你真正好乖乖地，乖乖地，你到底多淘气，你有多调皮，你被我调戏，是不是超开心，你被弄来弄去，你甘心乐意，高潮的甜蜜蜜 Baby it's a piece of cake。急迫的肢体，好有气，请求的耳语，无助的身影，好练习，你有趣又变形，好神奇，我好像无限女，随便靠着你，扒开人面的手心，驯服在我的手心，你真正好乖乖地，乖乖地，你到底多淘气，你有多调皮，你被我调戏，是不是超开心，你被弄来弄去，你甘心乐意，高潮的甜蜜蜜 Baby it's a piece of cake。是很大的肯定，你就会特别感受到他真的
很喜欢我们的表演甜蜜蜜组，哇、yeah. wow. ，韵璇跟少杰一个 super hot 的 duo， 真的是好性感哦！刚看的就哇，咬牙咬指甲。韵璇刚开始你唱的时候，我以为这是不是对嘴？为什么这么完美的？嗯、因为又要唱又要跳，很多时候会喘。你完全没有，你是那个声音控制的非常好，你的嗓音也是非常漂亮的那种，同时你们又跳得这么好、嗯、你知道吗？这是很难得的，又能跳又能唱，还有一个 有时候能跳能唱还不够，还要有那些表情、哦、跳的时候就是你要有那个说服力，你要唱，好像蔡依林是最厉害这个，我觉得她在唱歌跟跳舞的时候呢，她有那个表情，就是你会很吸引，刚刚完全是被你们吸引住了、嗯、然后少杰、嗯、我当然喜欢你的，因为你唱我的刀马旦、嗯、对不对？对，就是他，我有看到，我有看到，所以我就对你印象深刻，我说哇 Who is that? Amazing、yes. You know, so 我觉得今天你们两个在这个舞台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棒，100分，100分，哇、wow ！甜蜜蜜这一组，我在你们还没表演以前，我就跟 Coco 老师说这一组的舞台应该会很好看，因为他们都是 dancer，但是我想说的是，你们今天已经证明自己了，不只是 dancer， 你们唱得非常非常的好，非常非常的稳定。你们的表演就是不只是跳，不只是以前曾经做过的职业，而且你们曾经享受过那个职业，这是我最开心的。因为在这个舞台上，我除了看到你们把动作做出来，还看到你们的情感在肢体里面，然后再加上你们最热爱的唱歌，今天 mix 在这个舞台上面非常成功。个人来讲，我 MVP 给吴飞，因为他今天真的很棒，对我来讲。但是以团队默契来讲，今天你们是我的 MVP。耶！谢谢老师，非常棒，继续保持。你们的辛苦都值得了，你们是可以站在前面的明星，加油！上一次不好意思，虽然我不会跳舞，可是上次我的评语还说，我觉得好像舞。老师，你是说？你不知道我这么会唱歌哦，对对对对 对, 对，然后觉得好像你跳舞有一点点好像保守，上收了一点，但是我觉得今天完全就是释放了，嗯，然后其实我对于韵璇比较没有印象，但是你今天也是一唱的时候，我跟 Coco 老师一样的感觉，你的声音非常像播 CD， 就是很好听，所以很为两组感到开心，你们很努力。他们三个一直给我们一个状态，是好像在 Las Vegas 在看一场秀的那种心情，我会觉得哇，受到三位老师肯定是很开心的一件事。